来看一下，问一下厉将军，这个真有其事吗？因为传出的消息是，总统赖清德8月份首度以三军统帅的身份主持将官晋升典礼哦。国防部办了一场茶会，出席的将官呢有31名，当时是由顾立雄一起陪同哦。好，不过呢，赖清德进入会场的时候，现场应该会有代表喊起立、敬礼口号来以示尊重哦。不过呢，其实在这个活动，总统府有一名女性的官员在茶会开始前就说：“哎，今天这个活动性质比较轻松，所以大家坐着就好，不用站起来。”但是没有想到，赖清德走进会场的时候，看到所有人都坐着，他直接大骂：“我是三军统帅，看到我为什么不站好？”而且呢，还把手中的资料往地上摔。好，场面顿时非常的尴尬，因为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哎，是这个总统府的女性官员叫我们大家坐着就好哦。”当时呢，顾立雄只好出面解围，拿着麦克风还故意吹口气来测试一下麦克风有声音，然后呢之后就略作说明。不过对于这个报道呢，国防部立刻说这是渲染报道，夸大。我特别要讲哈，这国防部丢脸到极点。为什么呢？你今天是一个军人场，我们军人有我们军人的礼节，有我们军人的这个尊严在，那你不能听一个总统府的女性官员就叫说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们这31个将官，那不是被人家老百姓就在那边指挥你该怎么嘛？我先讲说，我们军人有我们军人礼节。当然，赖清德他可能还停留在他以前当狱官的时候那个印象哈。其实他那个时候我知道他那种情况。我们军人礼节分为一个正式场合，一个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就像这种，大家不要说茶会不是，茶会也是正式场合。就是你总统要到的地方，假如我事先知道你是三军统帅要来啊，或者是说高阶长官要进到这个场所来讲的话，那就算正式场合嘛，不是说开周会才叫正式场合。那正式场合来讲啊，通常就是我们军人来讲，有一个这个会场指挥官会在那个地方，然后长官进来的时候喊起立，然后大家立正，然后这时候长官走到定位，他向后转，向长官行个人的举手敬礼。那长官回礼以后，我手才放下，然后向后转喊扫息。这时候这个大家一起问那个，譬如说是总统好，或者是说这个司令好，然后这时候长官再说请坐下啊，大家说谢谢总统。这是军人的，就是你跟我之间互相互动的一个军人礼节。那非正式场合就比较不一样，非正常，比如说我们大家正在忙着办公，那突然一下子说是这个军团司令突然走进来了，啊，这时候来视导看你们作业的对不对？这时候是谁先看到长官进门，我就先喊口令啊，起立。可是这时候有些人可以不需要起立的，正在执行的人员，比如说我正在执行战勤，或我正在监看雷达，这时候他不能起立，他起立就是代乎职责了嘛。那其他手边没有很重大的事情，没有紧急事情，他就起立以后，然后看到喊口令的那个跑去跟总统敬礼或者跟司令敬礼，然后完了以后向后转喊坐下。我想每一个兵都会，那时候我们训练到每一个兵，只要长官进来，他只要看到他就会做这个动作。所以在印着他讲这个说起立，应该是他当狱官的时候那个30几年以前他留下来的那个印象。但今天这种场合算是正式场合，应该有正式场合的礼节。你今天这个不要去怪那个总统府那个女性官员，她不懂军人礼节。可是你今天在场一定有人事次长在啊，对不对？人事次长一定懂啊，这本来就是人事次长的事情。你一个中将你不懂吗？对不对？你管国军的这个礼节你怎么会不懂呢？然后侍卫长在啊，侍卫长也中将啊，你能够不懂吗？你能够就说哎，人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没有一点尊严吗？第二个我特别要讲，这件事情严重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你在这些长在这些我自己当旅长，我从来不会在连长面前，在这个一个连阿兵哥面前骂连长。为什么？他要领导统御啊，你把他骂了以后，我们军中来讲是层层节制，对不对？讲三信心啊，信仰长官，我认为我长官就是最棒最优秀的，这个自信，对不对？然后被长官骂了还有什么自信可言？你要信任部署，你要信任你的部署，所以这是我们的一贯的三信心领导统御很重要一环，就在这个地方。我自己从来不会在兵面前骂连长，我们讲归过于私事嘛，他什么事情做不好，你把他叫到房间来，刚刚什么事情做不好。那另外第三个我讲哦，骂兵的这种事情是那种成因是停留在那种班长阶层的，对不对？入伍的时候新兵，那个新兵班长就很屌，对不对？好，那个新兵在那边看到班长没有敬礼，你给我过来，对不对？看到那棵树没有，给我过去，给我敬礼100遍。哦，那个新兵就过去，班长好，班长好吧。
这是班长做的事情。你既然是总统、三军统帅，你到将校那种阶层都不能做这种动作，何况你是三军统帅，你一点 EQ 都没有吗？我跟你讲哈，赖清德，我教你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对不对？好，你做统帅，做示范，我们当长官要怎么样？就是看我的，对不对？好，我比你懂。对不对？有我在，你放心，跟我来，我走在前面，对不对？你应该有这种态势。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风范，刚刚你们有什么地方做不对，你们应该按照军人礼节来。好，我现在从外面再走进来一遍，那你们重新按照我这按照你们军人礼节，我们来行一个对三军统帅的这个进来的一个礼节礼貌应该要做的动作。哎，你如果说是有这种 EQ 来讲的话，哇，那些我相信那些精神将官对你来讲，那可是心服口服的不得了。你把他骂一顿，你叫这些将官以后怎么去这个带他的部署？大家看到你就是你刚刚是被总统骂回来的。那我特别要还有另外我要讲哈，今天你是总，他整个是怎么回事？他是这个已经晋升了，对。然后你今天是总统，他想说，哎，你们这些晋升的将官为了笼络军心，然后你把这些人就邀请来参加茶会哈，我愿意邀请你来参加茶会，是说。那你今天你是主人呢，对不对？来者是客，你既然要请人家到你这边来，你怎么还把人家骂一顿？那以后谁去愿意去当你客人呢？你不能说就像是我这个已经当岳父了，对，有一天我跟我女婿讲说，哎，这个到我们家来吃个饭，结果女婿进门的时候，我先把他臭骂一顿，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包红包？你要可以这个样子吗？你怎么那么不懂规矩？我们家的规矩，看到长辈要给红包的，你这么不懂规矩？我现在是你的长辈。哎，以前我看到长辈的时候，我都会给红包。你今天你女婿到我家来吃饭，你怎么不晓得带个红包来？我就有点像这个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这赖清德真的是做了一个最糟糕的示范哈。他等于说以一个三军统帅的这种层级去做一个小班长的骂兵的动作，那是不是他的观念还停留在以前？我特别要讲，军人来讲，讲又是三信心，对不对？你必须要让部署能够信任你、信仰你，然后他将来，因为我们要在一起共同作战，你除了说是跟长官、跟部署彼此要信，跟友军之间也要信任，大家才能够团结一致去应付敌人嘛。那你今天把这些人骂了，我问你，那你认为这些人心里会怎么想？你有本事，你把你民进党的其他那些不来开立法院开会的那些人骂一顿，给我们看看。你不要光欺负我们军人，对不对？只会骂军人，把军人当盘纳。另外，我要讲国防部也真的是没有骨头到极点。今天总统做不对，对不对？好，总统他不了解，他以他啊，国防部长也是文人，不了解我们军中的规矩。你就说应该就有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出来说，报告总统，我们军人礼节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总统有点误会我们了。如果说总统不懂，你也不去跟总统讲，就代表什么？就跟泽伦斯基听其他那些幕僚讲的一样，每天这个只是这个，反正这个总统英明，对不对？总统这个什么事情都懂，都知道，你也会指挥作战，你会怎么样？那作战来讲的话，那立刻就面对生死作战大事，那一定要听专业的嘛，不只是军人是专业，很多的这种不管交通啊、金融啊，你总统不是万能，这都是专业常识，你必须要听专业的建议。那军人来讲，这时候你就应该有你的骨气立场，跟总统做专业的这种建议。我们军人礼节是什么样子啊？总统这次来讲的话，有人误会，那是不是这个让总统了解？我军人应该有这种骨气啊，你不能去迎合，你现在拍什么马屁，说什么渲染，他做不对就做不对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说这时候你国防部长或者参谋总长，这时候应该做什么？报总统，我现在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我现在真心讲这真心话，这时候应该总统讲，报总统，这真的你有点误会我们了，那是不是请总统出面跟这些被你辱骂的这些将官做一个道歉？你这样才真的可以稳定你的军心，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那今天国防部有没有人敢讲这种话？没有人敢讲。那如果说平常你都不敢讲，你战时的时候你敢不敢讲？总统不能往东打，我们一定要往西打，按照我军事专业判断要往西打。我跟你讲，这是专业的常识。那不懂军人礼节哈，其实马英九也干过这种事，你知道？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也是主持我们军人的这种开周会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有一个正式的典礼，他来致辞。致完辞以后，其实总统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会场指挥官喊起立，然后立正，然后转身再向总统敬礼。那总统打礼以后，他才离开。就那天就也是很糗，也是之前没有人跟马英九报告。就他一讲，马英九一讲完话以后，一转身离开讲台，转身又走了。就会上指挥官喊起立，就对着空气敬礼，因为总统已经离开了。马英九那时候也不懂这东西，我们军人有我们军人礼节，你知道我们军人礼节规定到多细？
包括你跟总统敬礼的时候都有乐队哦。如果说正式晋升典礼那天都还有乐队在旁边，做什么乐呢？敬礼的时候要奏从容乐啊，遵从的从，这个军容的容啊，从容乐。从容乐还有规定的，这个总统来是给你奏五次，对不对？响五次，然后参谋总长是四次，这个三军总司令是三次，然后军团司令是两次，像我们师长、旅长是一次，还有军人规矩很多。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是这样，是全世界的军人都是这种礼节，这是全世界的军人礼节。所以说今天这个丢脸，如果全世界都是这种军人礼节，你对这些军人礼节你居然做这种动作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不是我们中华民国军人在耻笑，是全世界的军人都会耻笑的。好，当然厉将军这么生气哦，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国防部不懂礼节，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赖清德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的。